啊，换一换这个机油啊，刚才把这个机油啊弄出来了，挺黑的了，你看啊。然后换一个新的机油，因为要去很远的路呢。现在有点下雨啊，到时候注意点这个机器里边不要进水啊。好了。把这个加机油这个口啊稍微打开一点啊，里边应该有一个来月没有换机油了啊。OK， 差不多了，干了已经啊，再滴几滴啊就可以换了啊。啊，把这个机油加进去啊就可以了。好了，这个拧紧就行了。哎 ，OK，OK。然后剩下的这个油啊，咱们也不浪费，把它倒这瓶子里边啊，以后当链条油用啊，可以给这个链条加这个柴油啊，润滑油。好了，咱们等一下。着车试一试啊，到这个修理店啊，换一个这个轴啊，等一下这个路上的时候可能比较顺畅吧。另外这个后边的这种刹车啊，这是老的这种老式的刹车啊，换一个新的，因为走的路比较远，一定要把这些刹车都弄好，安全啊。然后准备再检查一下它的那个打火，打火这儿有一点问题啊，等一下再换一个。它这里边这个位置呢有点大了啊，所以它用这个铁皮加一块铁皮呢，等一下让它没有空间啊，这都是老办法啊。要不然换这么一个新的，再加上链条，整个这个圈再重新装也是挺贵的啊，所以加一点，加一层铁皮啊，把它给卡得很紧啊。有点宽啊，再剪一下啊。这回就行了，然后得把它剪下去。OK。Gas lebih kencang ah. Ya. Kalau jadi rata lagi. Tak bakalan goyang-goyang. Mungkin 3 jam ya, 3 jam lah. Tiga empat jam lah. Sampai. 6. Dari di sini. Dari sini ke sana, dari ke Cianjur 6 jam. Oh, 6 jam. Lumayan kenyang. Itu kalau kena macet, kalau lancar sih paling 5 jam. Oh iya, 5 jam. Ya. Jauh ya? Lumayan. 100 kilo lebih.
173. Oh, jauh ya. Ini gua enggak tuh ya. Oh iya. Jatuh.这个刹车是那种老式的刹车啊，就是这种用这个脚踩式。老车了啊，上一次这个发水啊，这个水挺高的。换了一个新的，现在都有锈，浇过水啊，我把它卸下来洗一洗啊，喷油漆，再把它洗干净啊。现在重要啊，白油管。调试一下啊，机器没问题。再检查这个电瓶充电的那个装置啊，再检查一下。行，马上抵达。这个多少钱？以前的这个老板经常在这里边坐啊，也是老的华侨啊，老一代的华侨。现在里边装修了，上一次有跟那个老板谈过，我说什么时候可以跟您聊一聊，他说以后有时间再说吧，因为他年纪也挺大的了，80多岁了啊，80多岁每天还在这儿看店啊，厉害啊。这边各种螺丝什么的都是从咱们国内进口过来的啊。这个小小的东西都很贵啊，没办法，必须要用。我查了，查了，错了。yang ini tamininya kalau ini DC bukan AC. tapi panjang, tapi di sini panjang. kalau yang panjang dia buat itu apa? ini aja nih contohnya pakai green sama green.这型号不对啊，师傅这个说这型号不对。ini kurang berat, ini berat, coba, beda. Nah, maksudnya ini buat motor matic. Ya, matic. Kalau matic kan sistem konstruksi apa pengapiannya DC. 换一个新的。
40多块钱这个。特别加咱家务比赛一起，比赛一起full，比赛。kalau akinya benar masih bagus。哦，对对对对。电池啊，电不足啊。这边讲的讲我比赛一起，比赛一起，比赛呀。那等会呀，给你把那发过去。要要要。换了一个新的电池啊，100多。这个启动这个电机。又换一个新的啊，又这又100多啊，小200。把这个换下来，里边已经被水泡过了啊。这个修这个车又得花至少500-600吧。但是没办法啊，因为要走远路，必须得修好。这样更放心啊！好了，算一算多少钱？巴拉巴，哈尔干尼亚，走吧。这边的服务员啊，你看，很年轻都是啊。谢谢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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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个人怎么了？要给这个师傅一点小费啊，人家也挺辛苦的，帮着小孙弄了半天。哟，谢谢啊，大哥。大哥，谢谢，谢谢啊，谢谢。好了。蓝带，感谢 Minyak sedikit ya。蓝带，乐于保护。啊，给链条再上一点油。听一听声音啊，OK， 准备好，好了，小松摩托车终于修好了，花了500多块钱，500-600吧。好了，那明天咱们就准备出发了。迷你小松在摩托车修理店啊，欢迎大家收看和点赞，我们下期再见，请关注。终于修好了。谢谢啊，谢谢啊，哈哈哈哈哈哈，